去小个杯啊，四秒钟。剩余五秒。累了，杀光你们！三号位蜘蛛，感谢碗的火锅，谢碗。三号位蜘蛛配莱恩，火猫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中单有，应该是中单，火猫中单。五号位松鼠，差一个大哥，这边猴子是被办了。你干妈这边是三号位钢背，钢背花仙子弟也是少一个大哥。但是一击办的是 SK 啊，一击觉得这个钢背是一天辉方禁用英雄，这个是大哥钢背，你看最后一半办了一个挨拍熊，剩余十秒。剩余五秒，夜眼方选择英雄，看准了啊！一级觉得这个是大哥钢背，看得很准。SK 潮汐两连半，剩余十秒。剩余五秒，邪恶什么屌东西，有一句说一句，兄弟们，你们都说你们是小仙人，一口一个邪皇，你们没发现这个逼最近问题很大吗？干啥都不在，以后别邪皇了。天回方选择英雄，这边你根本是选择了不好，还真是大哥钢背不拍准啊，一记剩余十秒，剩余五秒，You need to be like a shark. 哎呀，三秒，最后一个选择是，请选择英雄，用幻象系英雄打梦马 buff 的。哦，我错了啊，这个梦马是一。刚被出 A 杖，大家很难打的。感谢仇家兵的魔法书，谢老板。A 杖鼻涕的刚被幻象系英雄很难受的。之前有一把也是谁玩那个猴子，小猴子碰到 A 杖钢背被打蠢了。You need to be like a shark. 妈的，八七你个杂种，你也没睡。我没看，没看。Pero qué está pasando, manito? Pero qué está pasando, manito? Ya me vuelvo loco. Bueno, chiquitos. 起床小便，牛啊，八七。
对吧？说句实话，一季的阵容不好打，真的不好打。啊，兄弟们，把那房间号记一下，明天。明天，明天记得提醒我一下，到时候就不用早上那么累了。啊，把房间号记一下，标记一下。那我们正式开始好好看比赛了啊！真的不聊太多业余的话题，不然等会分心。Stop jungling, let's push.这个可以啊，我也给个高分吧，十分给个九分吧。Right 四号位的松鼠啊，之前的比赛当中松鼠都是打五，对吧？是个四号位松鼠。三十秒后开战。ABED 中单火猫打厅长的帕克。去吧吧。风暴大战开始。厅长这个人真的可以，他妈的上届美酒一点声音都没，过了短短的数月能把状态就是回复到这个状态，好牛逼。虽然说他现在应该还不是他最巅峰的状态好吧，但已经很屌了。松鼠打是不一定有五厉害，之前都是看出了两场都是打的一个五号位，这把可以看看效果好吧？可以看一下 Crate 的松鼠。天灰信使已被击伤。这把是大明星打三吗 ？MC 大哥刚被，等于说小胖子最近打得好了，队友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位置都往上面提了一提，刚被说让他玩大哥。上位了 ，MC 上位了，加入梦马，梦马加冰魂啊，这俩兄弟线上很弱，好吧，这把 TD 的发育是挡不住的，必定是个无解肥。蜘蛛呢也恶心不到刚被瘦，加入打控服，连喝三口。这边上路动手打蜘蛛，要地死了，一个花花住了这边的松鼠，松鼠也要死。蜘蛛撞钢背，感觉撞到钢板上了呀。天辉方必须召唤风暴之灵去守护上塔。好想一击在这里搞两口李逵啊，一击要是能搞两口李逵 VG 就有希望，但这两把如果是李干妈
这两把如果是你干妈赢的话，他们多半就是胜者组了，应该是跟老干爹一起打胜者组。谢谢你的奖励。虐鸡就只能打败者组，就毫无希望了。不过 VG 这个比赛的表现，你说让他杀入胜者组确实也挺难的，他这个表现就是败者组的表现，看了看进败者组能不能找到一些好的思路。中路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小兄弟五五开 ABD 对线也不差，加入空服，听到这边是自己买了一个假眼，爬到舒服的地方。来拉了一波双野，雷梦马被打的线上出了双护啊，自己留了一个技能点。也确实拉了一波野。立下两个接花，一替跟上，反手被控了一手，蜘蛛还是不太敢咬，毕竟刚被有鼻涕。看一下经济啊，全场最肥啊 ，TD 的小娜迦，木马养怪物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天辉中塔受到攻击，弹了一下一个空被躲了，刚被收是跑到了这边，控了一地的赏金符，上路又拼起来了一个花，控一手 create 一个鼻涕，我帮一吃打还是不太好打，这边中路也打了起来，厅长拉了蓝火猫再冲一个仙草魔棒，厅长被这边 ABD 收掉，我也是在边上赶路不赶爷啊，打不过火猫。那路 RTG 什么情况？是木马吗？没有血网，除非能卡到位啊，并没有卡到。夜眼建筑现在以刀枪不入。哦，飞过来什么意思？一个 T 想杀冰魂没杀掉，没魂了，我经常打不过他。一波 ABD 点强势下路，松鼠是配合娜迦杀掉了木马，看一下怎么杀的，给了一击网六级，点了一击网，上路蜘蛛精五级还没到六，这边下路什么情况？可以，一个波接花，蓝位置有点深 ，fly， 晕一下，这几兄弟有点瓜呀，这都没打死，
火猫过来锁两个，一级锁带走了一个花仙子，冰魂没死。火猫怎么这么凶啊？大束缚。这要菜眼吗 ？ABD， 大树没了，踢不到了，还尝试性的踢了一下。猪这边开吸血打钢背，哦，表弟能单杀吗？一口吐，我操，单杀！大树这边远古三波，莱恩也是找到了迷路的冰魂 KKY。先点死，那还留了个羊，队友是打场了一下，到位兄弟。可怜的野上塔，他的末日就这么到了吗？还拉了一个小蜘蛛勾兵线，气啊表弟。谢谢你的奖励。来者不拒，天回下塔正被攻击，来锁住 C 长杀，发现不退不退，给的有点多，要退了，被娜迦都来了，再找钢背下塔受到攻击，来也赶了过来拖起来，这被 MC 再死一次，队友呢？钢背被打了这么久，队友呢？青岛是赶了过来，看一下青岛，这人比较稳，来了个花仙子，暗影之镜，哦 ，A 一下一个大招，恐惧打空了，哎西，没杀掉，来一个双戳。DH 这波操作辣呀，杨柱这边的厅长蜘蛛吐一口，风鼠一炮直接带走，又是一个戳控在了这边的花仙子， nice nice 一剑 nice， 天辉下塔已经沦陷，别拿波一元撒气，怎么了？谁叫我？怎么了？啊，没事，这边是挖掉远古。我不尊重你了吗？有吗？被木马滚过来，听一下小蜘蛛，没有不尊重啊，熟了才会骂你，不熟我肯定也尊重你啊。这边来一套，厅长再死一次。所以说打 Park， 哎，这边钢背来了，所以说打 Park 这种逼啊，又要搞个什么莱恩小歪的，给他控一下，他就老实了。灵魂试一下，钢背是带走了莱恩。小孩子还是别看了，夜眼下塔正在被毒打，夜眼下塔受到攻击，回复 ABD， 花仙子甩个花，蜘蛛这边也在找人，两波小野
但是可以看天气哈，这边不减肥的小娜迦，可怜的野上塔，他的三分钟，这应该十四分钟就分身了吧？先开悟的几兄弟，地打王，两一个盲戳，没有戳到，有点可惜。是时候起义了，混蛋！夜野上塔被毁了。2000的一个经济领先，上路二塔也是被表弟带掉，郭氏直接点了回来，这个局势一季一片大好，有望啄两口。这边你干妈好吧，先啄一口啊，先从一口啄起。哎，这个金魂就被小蜘蛛追死，一击就像泥鳅一样啊，火猫蜘蛛不好抓，大家更不好抓，现站得非常的稳，然后抓这边你干妈的人了，一个松鼠火猫加莱恩抓人又厉害，翔哥哥，我想给你办牌子，听说你年末就不播了，没不播啊，都是说的是休息一段时间，没说不播了。然后你他妈逼的，还有他妈大半年了，办个牌子一块钱，他妈半年一块钱，你有那么抠门吗？家人，家人，大家一家人。安静。哎，这边蜘蛛精，大部队冲了过来，操作，哎呦，就感觉就是甩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没甩好，全没了。感谢矮子龙锤胖头的魔法书，没有空到钢背兽。松鼠一枪直接带走，松鼠这个一枪头打钢背兽是一打一个准啊，钢背兽头不怎么硬。天回下塔正被攻击，我会甩飞龙啊，我以前也是星际选手，飞龙谁不会甩吗？啊，飞龙很帅的。别一击直接打盾，冰魂是甩了一个空大。但是经济没甩开啊，为什么经济没甩开啊？大家9300了，领先的木马都快2000了，为什么就领先这么点经济啊？
Rat 大勋章。哎，打钢背这种将松鼠是真的好用啊。哎，这边睡住弟弟大哥，劫雪兰跟羊直接带走。我知道，的确很糟糕。给 CJY916 的魔法书，谢谢老板，老大姐。我的神嘞！这是 Y 是在野区做事业被抓了。哎呦！正被攻击，闪失了19分钟，分身闪失啊！梯子还是能刷、啊。天辉建筑被加固了。夜眼中塔受到攻击，这个木马应该没有莫言的水平吧？抓着拱，应该没那么好拱。夜眼中塔正被攻击。宇宙哥早他妈没打了，还跟了宇宙哥。宇宙哥就是被你们来死的，永不失误。宇宙哥就是被你们来死的，人来没了。是不是说被逮个正着？来这边来。碰到木马冰魂一个大招配合帕克蓝被秒爆上来打输出出了一个恐惧木马再拱回来，但是这边大家睡了一下救了一手。钢背还在对人，先看正面战场躲一下冰魂被带走，木马也是风雪逃窜，但是火猫这边结冰了，大家是收掉了花仙子，网柱这边的钢背兽打脸，一个打背一个打脸，网柱一个大勋章又是一发被动直接带走，火猫还是不幸翻墙了过来，5000加的一个经济领先，夜夜中塔正被攻击到点了。夜夜中塔受到攻击，夜夜中塔已经沦陷，不怪我。灵光一闪，夜野势力正在欺负天辉架塔。龙神当年有个叫龙弟弟的好厉害，他现在在哪？天辉下塔，他现在在也在当解说啊，你现在正在他的直播间。耶，你干嘛有点受不了了，开户要干一波。找到场子了，这样打下去这个经济不再掌控了，已经9000的一个落后了。斗山还有2分钟刷新，木马的 BKB 还没有，仅有一个跳刀连击刀，钢背是有 A 战了，这个 A 战很关键好吧，有一战的资格。飞鞋不是自认跳刀的帕克，但是紫苑加离子的
小弟我记得以前蜘蛛好厉害，这逼蜘蛛也是老蜘蛛啊。先回下塔，正要打狙击团了吗？难道大家一个先手碎打梯子先签木马，哎没解好，但是这边紫月给了钢背兽，来接个羊一箭穿心，大家没磨，大家在看分身斧开了起来，魔棒分身钢背直接被带走，火猫在赶后排，发克一个大大柱，火猫又被沉默了，火猫被带走了，这边木马也要死，堆鸡蛋，堆鸡蛋，支援到了帕克，一个王，哎呦，被 F 躲了。我来了。反下往后躲，但是这边有个人盯着他，他是谁 ？Create。紫苑马上好，紫苑马上好。看着吧，帕克要走了。杀了，把他杀了！你他妈喜欢跳，干死他！挨杀一击，挨杀。下把再干一把好吧，赏金念眼下塔受到攻击，而且猪八戒的钞票枪给八戒。哦，刚才哦，刚才刚被是被秒了。下塔，念眼下塔已经失手。连肉三，三分钟刷新，展翅分身，打钢背接紫月，又是一箭穿心，直接秒掉。MC 这把有点晕。一万三的领先了，这一把应该是到点了啊，还能坚持一下吗？哎呦，这个 T 冰眼了，这边啊 TT 是冰眼了，仅仅一万六，红尘当年老干爹对魂对魂非卖品，弟弟去哪了？弟弟在下棋啊，沉迷下棋无法自拔，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代老棋王。这边一个紫月花仙子吹风，钢背上来赶人，火猫这边他跟木马打起来了，左跳左跳一张 TP 溜了，来四代子弟也去找人啊，看有没有那种过来偷钱的，偷钱的被他看见就死了，给了上锅碟，这边肉山还有一分二十秒刷新，小弟这边是马上强袭了，这个锅已经被占了二十几分钟了吧，经验落后多少，经验落后一万五了，没经验，紫月这边直接秒掉花仙子，帕克一个戳大，警长空血开出了 F， 能跳走吗？跳了一下 ，W 还是中了一个无影拳，再 F 再波，我操！这一局帅了。可怜的野上塔，他的末日就这么到了吗？大路推高，风暴即将来临。夜眼借助野上塔受到攻击，前回中塔受到攻击，夜眼上塔已经无限，夜眼中塔等一下，刚被送灵魂大招甩了过来，大家是很难杀的，刚被网住没动过，被花枪直接给打死了，好惨啊，刚被送失手
梦马在干嘛呀？梦马在打 PKP 吗？有了呀，你回去啊。上路被推掉。夜眼上路兵营已经失守。这把大明星的梦马啊，这边肉三刷新了。见过有人在网里流血吗？没有，我们这就开始。夜眼中路兵营已经沦陷，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伟大的肉山已经被天辉这些叛徒击杀了。大明星打完这个比赛，可能人会没好吧？他的发挥也是算是不稳定的那种。以你干妈的四人组料性，可能会把他踢了。夜眼势力正在欺负天辉。这四兄弟人狠话不多，好吧？破布了，有可能是鸡鸡团。我看一下，木马被紫月开启 PKB， 摸一下。没有甩到右边拱走，他这边的火猫不该逼格被火猫秀了，刚被兽率先倒下，又是一个一拳，俩大哥齐齐阵亡。滴滴，恭喜。